Thank you.
来到松柏集团信誉城乔氏杯2021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南宁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二阶段双败96-48、9-12组第六场、1-12组第八场的比赛。下面介绍出场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冯雅琪，运动员张荣明、管振。二号台裁判员刘凯，运动员臧东旭、奚守新。三号台裁判员侯云博，运动员何文冲、阿布拉江。四号台裁判员魏思，运动员裴华夏、李英东。五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范成、张子豪。六号台裁判员李雨虹，运动员金俊、赵云彪。七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王攀、冯超。八号台裁判员高妮妮，运动员张展、李玉成。九号台裁判员张星星，运动员苏宁日、孟凡宇。十号台裁判员郭翔，运动员吉振宇、马海涛。十一号台裁判员杨粉，运动员胡艺红、焦洋洋。十二号台裁判员韩新瑞，运动员刘洋、王大双。十三号台裁判员张美璇，运动员安振杰、黄子顺。十四号台裁判员何秀红，运动员荣毅、史天琪。十五号台裁判员王瑶瑶，运动员申重阳、雷立伟。TV 台裁判员温龙，记录裁判员张建国、苏倩，运动员李健、邵佳瑜。现在比赛开始。
Thank you.